使用前需要做肌肤测试哦。选择 Brighten 模式，将出光烤贴合肌肤，带感应提示灯亮起，短按出光键打光，贴着肌肤轻微滑动至下一处位置打光，操作五次，一小时后无异常，则可放心在脸部使用。第一步，请卸妆并彻底清洁皮肤，保持皮肤干燥。第二步，开机，连接电源，长按开机键两秒开机。第三步，贴挡试贴，并佩戴专业护目镜进行操作。第四步，开始护理，选择 Brighten 模式，将出光口对准需要打光位置，短按打光键打光。此模式能量较轻柔，可全脸使用哦。长按打光键两秒，可进入或退出连闪模式。第五步，淡红淡斑护理，脸部泛红区域可使用 Redness 模式。针对色斑色印位置，可使用 White 模式。第六步，敷基础保湿补水面膜。